从阳台进门，回到刚才的客厅，这里就是我算工作的地方吧。电脑那边墙角有一个打印机，也是复印机，然后这边有个书架，摆了一些东西。哈，这个是两个小沙发，上面盖的这个是我这几天临时盖在这，因为猫在这里嘛，到处都是毛。这是猫的爸爸妈妈从墨西哥玩，去墨西哥玩回来的时候带给我的。这个呢是一个架子，上面摆了我的一些手套，所以我说我这里是办公室，也是住人的地方，也是仓库，一室多用吧。